电影的设定是这样子的，这里有两个加跟减，同时按加跟减，它就是在检测标签，然后你可以在手动页面里面有一个眼动出标，然后单击点动出标，它会走几张标签，会走几张标签，然后之后你再按住这个减号，这个减号，它就是检测完成，就是检测完成，然后你再按，在手动页面里面。在手动页面里面有个单次出标，然后点击单次出标，它就会一张张走。你觉得位置不够的时候，还可以松开这一个，就是说下面这个标签吸头吸不到标签的时候，这个吸头吸要吸住标签的，吸不到的时候。你也可以把这一个调上，就是松开这一颗，一上一点点，或者是一下一点点都可以的，然后再锁紧，然后再单次出标，然后这个吸头。贴过来就可以吸到这一张标签了，就吸头可以就吸到这一张标签，然后就是这边就 OK 的了。